洗，还我洗。他是开玩笑的吧？可能吧。就知道，小轩，我跟你说，没事，你休息吧，我来收。哦，林林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我怕什么时候又会对你不好。请慢用。谢谢。轻松赚，随便花，像这种不义之财就得赶紧用掉。这怎么就是不义之财了？我演男友的时候可认真了，好不好？那不一样还是在演？你说话就不能好听点？我说错了吗？对请客吃饭的人，稍微婉转一点好不好？不好，你是因为放我鸽子才请我吃饭的。行行。哎，对了，后来你找了谁去？你们男人也会哭吗？干嘛突然问这个？你上次哭是什么时候？我高中毕业之后就没再哭过。高中？那你之前为什么要哭啊？因为自卑吧。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看我不顺眼，因为家境，还是长相。总之到最后给我安全感的只有钱。有了钱以后，没人再敢欺负我。他为什么哭啊？小姐，你还记得跟我说过吗？像我们这样的情况，就得牺牲掉感情。我知道。知道就好。不管你带了谁去，那个人跟我们都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当然。嗯。哎，服务员，这有火锅吗？没有。哎，盛楠，来来来来，来呀，快来。十号桌。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。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盛楠，这可是你妈妈欠的债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你看我们大柱从小就没妈，多可怜，多惨呐！看什么看？滚！你还忍心欠我们钱吗？忍心吗？妈妈的爱是你的，妈妈的债也是你的，当然也是你的了。子女没有替父母还债的义务。哎，这道理是不是给你讲不通了？盛楠，
马上就要营业了，还不快点回去做准备？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！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嘛。这臭小子！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也打不过他，装什么？回家回家回家。先生你好，一共980。来刷卡。先生觉得我们今天的菜品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不错。您的小票。好，谢谢。没想到他居然欠了一屁股债，早知道我就让着他点了。要不咱们给郑楠姐办次募捐吧。嗯。小鹿已经回去了。我不是在等他。今天下午来的那两个人，不要紧吧？没事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你为什么送我回去？你非要这样吗？送你回去一定要有理由吗？不要喜欢我了。你以为说出这句话很容易吗？你以为被拒绝了我就不难过吗？你一次又一次的把我推开，每一次我都会觉得很难过，很丢脸。可我真的放不下。所以啊，不要再对我好了。